Hello，今天是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三日，星期四，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大家好，我是 FX 六八财经集团金融分析师陈卫。美国股市呢，周四继续走高，低于预期的美国六月 PPI 指数呢，再次指向了通胀降温，这就放大了市场的乐观情绪。那在科技股的带动下，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呢，再度刷新了去年四月份以来的高位。 个股方面，考虑到明天新一季度的财报季呢，就算是正式要拉开帷幕了。那在这个时候，除了大家会继续关注财报季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表现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方向就是，可以借助这次的财报季验证一下 AI 人工智能这波热潮到底是否会昙花一现，还是能够成为下一个互联网热潮那样的持续行情。 那这次财报季中最值得关注的 AI 行业的风向标呢？我觉得还是微软和英伟达的财报。前者呢将在七月二十七日公布财报，后者呢则需要等到八月二十三日才会公布财报。一前一后，正好能够完整的横跨整个财报季，前后呼应，让我们好好看一看第二季度中 AI 热潮带来了多少实际的业绩影响。 那对于微软近期而言，基本面的大消息就是对动视暴雪的收购呢，能否顺利的推进下去？而他们的财报还是科技巨头中影响面最广的，其中呢有三大的关注焦点。第一个是硬件销售的表现，包括像 Windows 系统的相关收入等，这能够呢展现出半导体行业的复苏情况，给相关的芯片股带来一些有价值的指引。第二个是云计算领域。 在上次财报季中，已经展现出了企业云计算的开支有所复苏。那这和个人消费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那如果这种复苏势头得到延续的话，将会给云计算板块呢带来不错的提振。第三个就是 AI 领域了，这其实和云计算呢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呢，除了微软深度集成 Chat GPT 各项服务以外，现在云计算的 AI 算力布局呢也同样的重要。 面对昂贵的 AI 芯片的运营成本，或者是 AI 芯片的出口限制，很多公司正在使用云端的 AI 算力服务，也就难怪美国政府呢也将未来的限制目标开始放到这些公共云巨头身上。 但只要没有政策具体的落地，相信 AI 行业的发展趋势呢，一定会在云计算服务的强劲复苏上得到一种体现。因此呢，除了能够从中看到 AI 行业的发展是否持续，也能反过来从 AI 行业的发展呢，看到这些云巨头的业绩至少出现短线的利好提振。不仅呢，对于个股，对于行业也是一种投资信心的稳固。因此，如果要说影响力的角度，这次科技巨头股票中呢，最值得留意的就是微软了。 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错的惊喜。技术面上，微软现在的股价呢依然是位于三百五十到三百二十四这个高位股价区间震荡盘整。那想要有效破局的话，还是要等待这次财报的推动。不过好的地方是，只要能够守住这个区间，日线图上的超买压力呢已经得到了显著的释放，那进一步推高估值，甚至再创股价新高的概率就会稳步的攀升了。 接着就是英伟达了，作为 AI 芯片行业当前的绝对王者，他们财报的一锤定音呢，毫无疑问才是整个财报季 AI 行业的基石。当然了，短期内他们的股价风险依然存在，这里面除了技术面的超买压力，仍有继续释放的空间，至少呢，目前还没有消化干净。 另一方面，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可能加码他们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的消息，也可能会在短期内冲击他们的业绩表现。因此呢，相比 AMD 而言，英伟达虽然说长期基本面依然稳固，但短期的股价风险依然更高。想要追的朋友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了。那八月下旬即将公布的财报将成为考验他们 AI 业绩的试金石。 那上次的财报中呢，已经给出了不错的表现，但大家还是要注意，除了关注包含了 AI 芯片的数据中心业务以外，可以继续留意游戏业务的复苏情况，毕竟这依然是英伟达的收入核心，对于整个高端芯片领域的需求表现呢，也会有着代表性的影响。不过有意思的是，出口限制可能加码的消息呢，对于英伟达是短线风险，同时呢，却也给英伟达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那就是因为客户大量囤货的情况呢，导致 A 八百这类降级版的 AI 芯片的价格在近一周内是大幅上涨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那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过的，考虑到 AMD 的 MI 三百人工智能芯片呢，不仅是硬件的投放需要等到明年才能看到实际的影响，同时呢，软件方面。 也就是开发套件的使用习惯养成呢，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想要真正达到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软硬件相结合的那种开发和应用环境，AMD 还是有不短的路要走的。因此呢，对于英伟达而言，至少今年内甚至明年上半年都属于是一家独大的局面。只要我们在这次的财报季看到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个股都出现业绩的稳步攀升的话，那作为目前这个领域的霸主。 英伟达仍将持续的获得利好，不过短期内还是要小心，看看这次的财报，英伟达能不能继续保持收入的进一步加速增长，从而呢逐步合理化他们依然过贵的估值。只有让估值水平更加合理一些，他们才有望获得持续的长期买盘。 另外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同样的，人无近忧，也有远虑。短时间内，AMD 呢虽然还无法威胁他们，但由于架构的不同，AMD 追赶英伟达 AI 芯片的脚步呢可能会比想象的要快一些。AMD 通过与开源软件 PyTorch 完成交互，令用户呢并不需要更改代码库或重新编写大型语言模型，就可以直接切换到采用 AMD 的产品。 这等于呢，就是走了近路，不用像英伟达打造 CUDA 开发计算平台那样花那么长的时间。另外呢，英伟达的芯片是单片的，而 AMD 的芯片呢是基于芯片组的，这就令 AMD 呢能够产出高性能的芯片，但只要相对便宜的价格，更容易上手和更高的性价比呢，这就是 AMD 未来挑战英伟达的法宝。因此，考虑到基本面的前景和当前的估值性价比，我还是会觉得，如果要压住 AI 芯片的未来。 AMD 也会是目前价格下一个很好的选择，不用一味的光想着去追涨英伟达。那明天呢，在经济数据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是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看一看未来的消费前景以及通胀预期呢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石油钻井数，这对于能源价格以及能源股的表现呢也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而在财报方面呢，毫无疑问，明天就是新一季财报季的开始，因此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各支银行股的表现。那其中值得关注的银行呢，分别就是摩根大通、花旗集团以及呢富国银行。同时呢，还可以留意的财报就是联合健康以及呢黑石集团。另外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频道会员，尽享更有深度的会员专享内容。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看 FX 四8八的节目，更多资讯呢，请在苹果商店或者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 FX 四8八财经 App。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